要不要讲一下今天心情？超开心，对吧？今天今天真的是太，好像鬼扯的剧情一样，就是好像坐一趟云霄飞车这样。对，有，但心里面有想说啊，万一真的有幸被我得奖上台，那我是来准备一下感言。所以我昨天有稍微打一下，可是我上台真的完全都忘光了这样。但今天有记得特别重要的人啊，大家都说你感言很感动。真的吗？还有我的女朋友小豆以及她的家人，阿公，祝你身体健康，祝你身体赶快好起来。有啦，那个北影的时候就有讲。那小豆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跟我说，你就不用讲我啊，你就感谢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。对啊，我说对啊，我还对啊，上台了，看要讲什么，就我也没有办法控制。那会不会想说，就都拿了那么多奖，然后迈进人生的下一步？迈进人生的下一步，就是毕竟交往这么久。对啊，会有，对啊，还是会有想法，对啊，所以就有规划了。没有说那种很具体的规划，对啊，但、就是、可能说明下个月。这也太鬼扯了，不行啊，还是对啊，还是要想一下，对、啊。所以有讨论到这一题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其实我们没有很直接的这样讨论，但是对啊，就是彼此。就是认识这么久，还是对啊，我会认真想一下。那今天得奖有没有什么粉丝福利要送给大家？今天得奖，对啊，秀一下啊！那时候不是说要？我是从票房如果有往上爬，我相信票房一定会。对啊，直接开一个吧。对啊。先来一个吧，预告为大家都看。哇、啊，这里又没有闹鬼，也不需要跟大家展现我，也不需要在那边展现我的阳气。梦想拿破亿，然后就拿掉袜子，就来，不行啊，袜子不行，我不能乱开支票。我已经说我要脚踏实地，好好做人。对，就是 OK， 我们一定会想个办法达成。这个可以啊，这个简单的小事。那现在就挑事了，既然是现在不要。我现在一整天没有吃东西， 我刚刚说完，我现在肚子是胀气，现在超胀。